这些故事啊，至今仍然还是家喻户晓。那么到了今天，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岗位，也都到处活跃着女性军人的身影。他们在促进性别平等、保护妇女权益，甚至是在预防解决冲突、建设和平发展中，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。30年来，中国军队先后派出了1000多名女性官兵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。目前，我们还有85名女性军人在联合国总部和多个特派团执行维和任务，主要是参与医疗保障、联络协调、扫雷排爆、巡逻观察，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儿童保护等这各类的工作。